首先请您欣赏群口相声《日本梆子》，表演者张鹤伦、郎鹤炎、严鹤祥。谢谢啊，谢谢，哇塞，还有礼物，嚯，你看显着我是一个多余的分子啊，你他主要不知道有我啊。啊，谢谢啊，就来就来吧，你看买这么多东西，没有那么大的能耐。那你花钱雇的吗？托是吗？哦，是不是人家啊有了解我们的，哎，有知道的朋友，也有第一次来的，是是，一上台来三个人表演，哎，其实不好来，群口。首先来说，大伙儿对我们就不太了解，不熟悉呀。这个跨年的晚会啊，很隆重。对，观众来人看谁来的呀？看我师傅郭德纲，郭老师，但可惜已经不在了。啊？什么？你不干，我们还干呢，知道吗？啊，真是的。不是，我说此时间不在这个舞台上了，这会儿没在，对不对？这会儿人在后面正休息呢，准备呢，把我们三个人换上来。嗯，后面人家来到德云社，人家奔的就是郭德纲，嗯，对不对？要不然就是于谦，于老师，对，这都是名人，我们就是个人名。啊，差远了，好多人都不认识。嗯，咱先简单的做个自我的介绍。好啊，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嘛。说这老话，好坏都得知道台上这三只是谁。三只啊，两只没有我，知道吗？咱不能离着动物园近就说只，好不好？所以说啊，我叫张鹤伦。哎，是他。没有什么名气，一说我师傅一说我叫郭德纲，台底下掌声雷动，到时候特别的安静，特别的安静，特别安静。没必要，好好，不用不用不用啊，停停停，不用啊，不用不用停，不用停，不用停，不用停。这么不要脸呢？这是有朋友说了，是一上来臭不要脸，不是说臭不要脸啊。有人朋友说，怎么一上来就要掌声啊？对呀、啊，要别的他们也不给呀、啊。您没要人家就给礼物了，我们给我们给。你给我不要呢？来，紧接着介绍旁边的这位啊，旁边的这位啊，也是，嗨。吓一跳，你看啊，这位呢也是有名的演员，叫郎鹤炎，是我。谢谢大家。没想到到你那还有掌声，我的天哪！这都是我们家长啊。站在郎鹤炎旁边的呢是张鹤伦。对，因为我们三个人呢，嘿，啊，怎么了？我呢？哎呦，这怎么还有一只？我上来半天了，我嗨，别着急，你得介绍我呀，没到您呢，慢慢说，慢慢一个一个来。对对，大伙儿对我们性质还不太了解啊、我是逗哏的，哎，他是，哎，旁边这个是捧哏的，哎，我们俩，我这个角色呢，应该说是到你了吗？还没有着急呀、啊，个人简历还没介绍呢。哦，哎，你介绍。逗哏的啊，来德云社已经十年了，还是一个小学生，哎，希望各位多多的担待着听。嗯，捧哏这位，我比他来的晚两年，郎鹤炎郎老师，嗯，晚了两年，但是人家在这些当中啊，这些演员当中也算是激励鹤群，对，表现的那都看不见我呀，不是老成激励鹤群，怎么说呀？合着我老在腿底下走，我这。不是有一句成语怎么说的？鹤立鸡群，鹤立鸡群能是您吗？那不能是您吗？鹤立鸡群得是我呀！我琢磨着也是啊，啊，咱也没有必要这样。是是，严老师啊，我得说话呀！你半天了，你跟傻子似的。你让我说话了吗？站着往这一站就好，真是的，你长得跟熊二似的。说你。上来他就偷懒了，真是。他也是一个捧哏演员，叫严什么无所谓。啊、我跟你说，好无所谓像话吗？他叫严无所谓。去你妈！您说那日本人啊？你有人类的名字吗？严鹤祥。严鹤祥。嗯。大伙都知道，三个人往台上一站，最起码我这说点，他这也说点。你听他，严鹤祥往旁边一站，那不就是离我们最近的观众吗？对。你这样应该加票钱，知道吗？我怎么成观众了？我。没有几句词儿，啊，哦，有，好，哎，哦，嘿，哟，严老师，你给片儿配音呢？这是什么意思？那怎么叫啊 O A 的？这是
就是嗯啊，这是爱海游河，别停疼，就得别停疼。对对对，就这仨字，停下我更疼，知道吧？不是，有没有这样的节目啊？哎，逗哏的打，别停疼，有没有？你回忆回忆，你挣钱的时候。哦，他这个还挣钱的。你要在这儿，你把钱退给我，我跟你说。啊，收你钱我疯了，我讨厌。我呀，因为好多观众啊都是捧人家来的。没有没有，捧你二位来的。严鹤祥严老师现在有外号叫什么？壮壮。啊，这是一个也是一个狗的名字。这是狗的名字，我想问问怎么叫也是一个狗的名字？因为你外号不叫大黄吗？得，把我饶里边了。他是个骨头啊。三个人在一块儿，说实话不常见。嗯，能耐啊都一般。嗯，因为开场的演员啊，能耐都是一般的。啊，越往后水平越高。对，茶迟后来宴。对不对？你像我师傅他们，马上待会儿啊，穿好裤子裤衩就上来给您表演了。不，咱师傅怎么从里往外穿呢？不是，人家不得整理好服装吗？换上大褂来给大伙表演。对对，咱们这头一场节目啊，是就先让大伙对剧场有一个熟悉的过程。对，了解。对，了解三个人啊，都是干什么的？嗯、都是鹤子科的小演员。嗯、哎，但话说回来了，怎么，是不是也有想火的梦想啊？多新鲜！你看穿演员都想火，穿着衣服就没看出来吗？这个都不挨的、嗯。我跟你说啊，想火就得努力。老话说，没有一口吃成一个小黑胖子的。那所以说，您等会儿，您这是影射谁？您这是说谁呢？我没有说谁啊。啊，那哪个老话这么说的？我姥姥说的话。你姥姥说的不叫老话啊。三个人，咱说必须人往高处走嘛。嗯。老话说，近朱者赤，近尿者骚。对。跟啊，近那玩意儿干嘛呀？您俩回来，您俩回来，合着我这是膀胱是吧？哎，不行，有一点肥大，你有点哪儿都肥大了，有一点、不许美化它。我这，您小心我自爆，我跟你说啊，煤气罐澄清来自爆。废话，膀胱要自爆了，你想想。现在来说，观众们喜欢您这样的，对，真的，长相有特色呀。我这模样，真的啊，每个人在台上，你得让观众记得住，是你不能上台演完之后20分钟下去，观众把你忘了。那不行，演员得有自己的特色。对对，拿我们严鹤祥严老师来说，严老师，人家的特色就是特别色，没错。你看，他在我们这个行业，你媳妇儿什么都跟你说，我跟你说你。这点比你媳妇儿就差，我跟你说。我跟你，你这一叫，你说，咱都吃亏了啊！不是，他刚叫我，他抢我词儿的。人家你要不还得少说话呢、哦、我少说我少说哈、啊、你真是怎么扯到媳妇这事儿来了、咱这都是秘密啊，不能说因为我们在台上得宣传一些高雅的东西，就咱这个呀。哎，咱们到现在有一点低俗吗？没有吗？没有没有，咱从低俗，自己怎么不自信呢？哦，咱应该自信，对，对不对？我认为啊，演员到后来拼的都是文化。嗯，哎，这点来说，我师父总说。对，但是话要说回来，我师父老说这话，我师父有真正的高学历吗？他也没有。我怎么没有呢？他的学历就是小本。什么叫小本呢？小学本科。没听说。小学没有本科。于谦老师，嗯，幼本。那甭问了，幼儿园本科。真的，看岳云鹏，小岳呢？胎本，胎本，对。那他要异业了，就算流产是吧？啊，差点啊！什么叫差点啊？这个哪有胎本呢？就是胎教本科啊，没听说过词儿。哺育他、哦，给他灌输这些能耐，嗯，他养分。我们到德云社来之后。就不一样了、哦、跟着我师父学、嗯、哎，你像学什么呀？您说大伙都知道我师父好唱戏，太对了，对不对？京平梆曲人家没有会的，那可不，所有的吓我一跳。干嘛？你说清楚了，今儿跨年咱算告别舞台是吧？不是咱们跨不过去了吗？那得您说了算呢。别，没有不会的，样样精通都会、哎，对不对？来德云社先学这些传统的能耐，嗯，跟我师父学，
而且我大伙都知道，现在我师傅忙着各地巡演，全球巡演，全球巡演。嗯，当然了，有些时候小活啊，他就不爱接了。哦，他也是来接不过来。澳洲、美国经常去，对对，对不对？如履平地，两步就过去。对，人家到那儿怎么两步就过去了呢？澳洲吗？啊，蹬自行车就上澳洲了。您憋着淹死咱师傅呢，是怎么着？怎么还淹死啊？自行车能奔澳洲吗？那怎么不能啊？左手把好把，右手把大梁，刹车脚点地，澳洲算个屁呀！好嘛，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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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这姿势看着还是像是掏着裆挤的是吧？他那个头他够不着大梁，就可以了，只能掏裆式。我说这链子蹬红了也到不了澳洲啊，这个。就说人家去大的国家方便坐飞机，但是小的国家，他就轮到我们了。哎，对，哦，是是，真的啊。最近来说，我们也有全球巡演的计划，当中也有我们。对对，也有我们俩去日本演出。是，嗯，而且大伙儿你听着，去日本说相声谁听啊？嗯，哎，对，也听不懂。我们是唱戏啊，那不更没人听了吗？唱梆子。哦，对对对，那个日本梆子。这我不是听着都新鲜吧？我怎么不知道咱公司安排这演出呢？就是。你有你的忙的，我们有我们忙，这事儿您不是他知道？对，真的、哦、早就安排了，跟我们说这个了。嗯，然后说到那儿唱戏，让我们两个组织组织人，哎、到那儿唱戏，人家给钱，人民币100万美金，可不少啊。这个是您琢磨琢磨，兄弟兄弟，这汇率您知道？咱让人坑了，咱让人坑了，人民币100万美金，这到底是美金呢还是英镑啊？这是不是给的呀？是美金啊，刚开始日元折合成美金给的我。哦，这么这么着啊，而且还给钱哦，而且唱这个东西 啊，兄弟，刚才我也说了，嗯，要是真想挣钱，跟着我们来，带你发家，带你致富。不不不，他忙他忙，咱们忙咱们的，他忙他还得修自行车去呢。修自行车那不是师傅修吗？他得跟着那拧螺丝。我说你们俩肯定给演出部又送礼了，是不是？你们俩最近不是那肯定的？怎么一有这演出没有我呢？怎么又安排你们上日本了呀？你有你的事儿。我是申请去好几年日本了，没批我去。就你这模样呢？跟这个没关系，我们是去演出去。我也能跟你们去呀？能去吗？能去呀。能去带着你，我们缺人着呢。啊。大团体，不是你等会儿，你说他去不了，怎么去不了？我怎么去不了啊？话说回来，咱仨一块儿，我们唱戏你会吗？谁说的？我也会唱戏呀、啊。唱戏你演什么？你演一桌子？我干嘛演桌子？咱来角儿啊，咱们主角儿啊。多大的角儿啊？哎，你这个颜色倒挺像。你哪个角儿？那你要演员。真行吗？行啊，真行。咱简单的考你两个啊。可以，来，戏曲上的简单动作，没问题。这个，这个正官，还行啊，哎，行啊，啊，那你再看这个，哦，这个吕然，你看，啊，看这个，这个，哎，这个，干嘛你这？这叫就谁说的刚漏啊？生气了啊？不是，人家说我怎么没听见呢？他喊了一句，这叫推然。真行啊！推然都知道。那你看，你再看我这个啊，干嘛？你这叫搂然，搂然，叫撕扎。对了，你不说我也没看出来。真行，哎，我这人眼看狗低了啊。像话吗？怎么了？什么叫人眼看狗低？没想到还真会点这简单的 啊！看这个，再来一个。啊，这叫端带，不是？这叫端带。这我不知道，这裤子掉了，提上。是。哎，不行了吧？哪有这？是不是不行了？最基本的，这都是。切，先了解这个基础知识。你要说能去，咱就去。可以啊。那真行啊！你除了裤子掉这个我不行，其他我都可以、啊。那完了，那去不了日本了，到那儿都得有这个动作。哎，而且还得关键还得有这个动作。这是什么呀？你就结扎，这是系裤子。你们家这么大动作是？咱来点那个戏曲学校教过的。真行吗？哎，我要真行，咱也甭来这个简单的动作了，咱在这表演一回不就行了吗？可以啊，可不可以啊？主要是考一考他。到那儿去，我们跟你说，简单第一出打炮戏是什么呢？
这个一般不好来，你知道吗？这不用去那儿，这哪儿都可以，知道吗？咱们刚才故事是白交代了吗？什么故事？你也不能揍我呀！我今天不是带着你找皇上赔礼道歉去吗？找我，找我，对不对？我打你，我不是给皇上看的吗？对。我为什么打你？我是你的爸爸。哎，你们都学坏了，我跟你说。我不打你，谁打你啊？哦，这剧情就开始了。多心还等二年呢。不是，你要不然咱别唱了，我看他不行。我不知道还有这个呢，我以为亮相呢，我以为亮相就完了啊，就内在的。那你打完我怎么办呀？你很不高兴啊。啊，但是我因为我是你的爸爸，哎，你不高兴的情绪又不能显露出来，只能那委曲求全的，嘿，来了吗？我嘿，嘿，哦，就表现出内心的愤怒，就炮轮丢了那感觉是吧？啊。哦，行，主要演戏在这儿呢。我来看过日本电影。来 ，cosday pasday 开了一马子，将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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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嘟变大肠。嘿，这边的，八嘎，嘿，八嘎，干啥呀？太准打我就完了，翻译官你来。这位不行啊，这个这没有这个。等会儿，你别着急，我的儿子我来去。你的儿子这个，你刚才没说这个，他打我干嘛？你看刚才说了，我是你的爸爸。哎，人有双重父母啊，你娶了他的姑娘，他就是你的岳父，岳父又是你的爸爸。哎，这剧场有回音啊，我跟你们说，这绕梁三日。我打你，皇上打你不应该吗？我这打你算轻的，要不然你们全家叽叽叽叽。这回记住了吗？哦，这岳父也这么大脾气呢。对呀、啊，那可不。出来！我闺女都被抽拉胯了，你这。后塞帕塞卡里蒙尼马斯，将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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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嘟儿啪大层，嘿，这边的，八嘎，嘿，八嘎，嘿，八嘎，嘿，八嘎，你唠什么呀？你乐什么玩意儿呢？我当乐什么呀你？我当了八年捧哏的，我终于也能在台上超人了。我这不赖我吧？这个赖他呀！多演戏！你要这样的话啊，我跟你说，只有一个办法。那我怎么办呢？重来。好的。对不起，观众啊，我自我检讨一下。将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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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彪大草，嘿，这边的。八嘎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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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达西耶努死了死了的，杰古泰罗古泰要多钱，伊斯玛多一些要多钱，哎，来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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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一首亚麻得，你们日本帮子是日本疯子，是你看吧。啊，怎么了？什么叫说什么呢你？低俗打炮戏啊，这多难听啊！这个，那你们叫什么低俗打炮戏啊？哦，原来你们都这么唱的是吧？就咱就第一出戏就完了，就第一出戏就头出戏啊，头炮戏啊，可以，听着吧？啊、头炮戏什么呀？打金枝，哎。啊，这戏我熟，这戏你还知道？我熟这个。嘿，行啊，那你要熟的话，简单三言两语，咱简单介绍一下剧情。您说说。郭子仪的儿子郭爱把公主给打了，嗯，对不对？惹怒了公主。当天那天是郭爱他母亲过生日，知道吗？然后那个公主没去，嗯，郭爱借点酒劲儿回来不愿意了。我妈的生日你怎么不去呢？公主说：“千金之体，你妈的生日我不去，怎么了？”这脾气上来了。嘿，我妈的生日你都敢不去啊？借点酒劲儿，啪啪啪啪，左右三千个大嘴巴呀！这一边一千五，嗯，不是抽的公主都拉了胯了，我。哦，合着抽屁股上了是吧？你能打脸吗？那是国家的颜面，能打脸吗？哦，公主找到父亲了。嗯，说你敢打我？我爸的谁？当朝的扛把子。这是皇上，这是黑社会的这。你完了，你等着吧。找皇上去了、嗯、皇上一看眼泪都下来了，嗯，闺女什么也别说了，先把裤子提上，我说慢慢的我给你报仇、
报仇雪恨啊。这郭子仪知道这事儿了、赶紧带着自个儿的儿子郭爱找皇上赔礼道歉去，这么一个小故事。对、跟我知道那大概一样，大概一样，大概一样。这么的啊，你要来呢，今天得给你个便宜啊。什么呀？你呢来演这个郭爱。好，好吧，主角。对呢，我演这个郭子仪。那行，好吧。那我你来，你这模样你演太监。行。凭什么呀？啊！我来太监，这里没太监。这皇上行不行？哎，我来皇上，我这模样也合适。皇上也干什么？我觉得还是太监合适。不，我来皇上。那就这样，简单，这儿就是那个皇宫的。哦，龙叔。对了，啊，咱们，我找你，我带着你找他来赔礼道歉。好，最依最勤的感觉，知道吗？就绑着我吗？绑着你，那简单的来说，给你捯饬，还捯饬，最多得像犯罪的样子啊。哦，哎，来，低点。哎，你这脑子这么大呢？这年头这沙皮也不好找。脑子真大。行了吗？不是，你脑子穿几号鞋？我这腰椎呢？几号鞋像话吗？他这脑子一看就42的嘛。哎，来吧，小宝贝儿，亮个相吧。你不知道，我以为是漫威里边的人物、我憋着抢银行去是怎么的？这就行了啊，这行了啊，手呢就没有必要说捆着了啊，你自己往后一背就行了。我觉得你跟洪秀全似的，有这么英俊的洪秀全吗？对吧？完那个嘴里边呢也不用叼着什么东西了，不用吗？叼东西，我是狗啊，我是人啊，哎，不许糟践狗。不是惩罚你啊！哦，惩罚你的感觉，好，负荆请罪的感觉，我得不服那感觉。对，跟着我来。好，到金殿找皇上赔礼道歉。得了，那不像二皇是吧？来，这，哦，行，来，那我在哪儿啊？你就在这儿打家伙，哼着打家伙。这儿就是金殿，我打家伙。来了啊！我绑着我是吧？跟着我啊！受罪的感觉。Cost de pasta caro y más。哎，怎么回来了？你给观众先翻译一下，什么意思？什么乱？什么裤子开着谁扒了你？什么日子？你是来唱戏的吗？不是什么乱七八糟，没听懂吗 ？Cos de pas de calo y mas， 什么意思呢？就是今天天气不错，我带着我儿子到金殿上找皇上聊聊天，希望皇上能原谅我们全家所犯下的过错。句号。对，你这句是个压缩包是怎么着呢？您说这么多了吗？日语是不懂啊，就这么简洁。日语五十元音，你现在学啊一位哦，哎，卡提库凯口，哎，萨西死才走是马咪母埋没，没错。我们这天津快板，将嘟啪大层。这边的啊，过去八哥干呀，哎，干什么？怎么着，我这开着一辆相声过来打。首先请您欣赏相声我是歌手，表演者张鹤伦、郎鹤炎。谢谢，谢谢大伙的掌声鼓励，感谢大家，谢谢大伙的掌声鼓励，啊，特别的开心，是，真是特别的激动，嗯，啊，今天来了这么多的朋友，哎，当然心里边也明白，明白什么？看谁来的呀？谁呀？看我师父郭德纲，哎，看郭老师，人是明星，对，大腕儿，哎，著名的一个小黑胖子，那没错，好多，您先等一会儿。怎么叫小黑胖子？现在世界都知道一个小黑胖子火遍了全世界。你能不能不要比划这个头啊？这也太矮了，你矮了这样呢？啊！哎呀，我怎么让郭老师坐电梯呢？这是，我的天哪！嗯，在你们心目当中，他到底有几厘米？哎。厘米像话吗？我不爱说我师父的个头。您刚才就没少说，就因为老说这个头的事，我师父在后台没少骂我。那可不，当着所有徒弟的面指着我鼻子骂我。我们亲眼得见。张鹤伦，对，张鹤伦，
以后在台上要再敢提我的个头，我就抽你，就抽你知道吗？好，反抽。哎，反抽。师傅这两年没少长啊。哦，都跟。哟。好有根。嚯。就这一套打的我这膝盖，我。您听。别打了！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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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不起。你先站起来。我就没明白啊，蹦那么高才打到你膝盖上，我没说清楚，怎么回事？我当时蹲着呢。哦。那更不像话了，合着师傅在地下一层抽的你。别道道歉嘛，么么哒。这师傅掉井里了，这是。跟人家道歉，嗯，咱们来这儿说两句话，不都沾着我师傅的光吗？还沾德云社的光，要不然在座的朋友谁认识我们呢？那可不是吗？当然了，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怎么意思？好坏都得知道台上这两位是谁，那是必须的。先简单的做个自我的介绍，您说吧。我叫张鹤伦，哎，是他，德云社的一名普通的小演员。我以为你放出来了呢，我也没进去啊。是你少着离着远点啊。到人家这儿了，哎，该我了，得隆重的介绍一下。您太客气了。旁边的这位是张鹤伦的搭档。大家好，结束了啊。那个演员在台上。别这样，没说我哟。也有人类的名字，多新鲜，本来就是人呢。姓什么？狼。姓狼啊，叫狼鹤炎。是我。现在您要是能上网，你搜索一下，怎么？网上有视频，有图片。对对对。当然，可能这两天扫黄屏蔽了。他因为。我跟你讲，不像话了。怎么了？我什么视频扫黄的屏蔽了？不是露点的吗？我哪儿露点了？脑袋上没穿衣服。脑袋上没穿衣服叫露点呢？主要您这光头啊，人家以为是屁股呢。没听说过，我是爱刮光头，是不是？是是。光头来说都有个历史。有什么历史？前段时间这光头在哪刮的呀？啊，在庙里。我到寺庙里边，老方丈找那个叫有一个什么寺了，叫什么残障寺。对，到那儿啊，残障寺，那去那儿都是大傻子吧？不是，禅修禅的禅禅禅障寺。哦，禅障寺里边有一位叫低能方丈。嗯，低能啊。那就是残障寺，智能，智能方丈。对了，那有没有触屏时态啊？你买手机来了这？多新鲜，哪有智能啊？这什么名字？这是智字辈的智能、啊、智慧、哦、智窗、嗯、等等、啊，智慧的小窗口。哎呦，好家伙的，我以为是个病呢。有学问哦，好，老方丈，嗯，老方丈，我要剃度出家。就我说的，老方丈一看是他，嗯，当时说了一句话，给我滚他妈犊子、嗯！这寺庙是东北的是吗？怎么呢？那老方丈，人出家人就说这话，不是老方丈很生气呀？啊，好家伙，又是你是不是？哟，我还老去啊？好，这上个礼拜来了，说要替，要了亲命了！你这说的，咱跟黑社会一样了，德云社团。德云社不是社团，德云社团体。哎，对对，我认为我师父是我心目当中的扛把子啊。您自己这么琢磨着，排名都第一位。嗯，第二位谁啊？谁？于谦，于老师。啊、哦，于老师，外号山鸡。嗯，来，古惑仔呀、啊，两个人叱咤风云呢。一家、哦，古惑仔有顶吗？我得楼打铜锣湾咖啡啊。啊，你还有方言、嗯，这不是粤语吗？这还行啊，嗯，人是排第二位啊，哦，了不起的人物。第三位谁啊？谁呀？第三位的岳云鹏，小岳，在德云外号叫什么皮来着？啊，不提他，切掉，切掉，切掉啊！小岳这名字很健康啊。嗨，咱们就为了环保。嗯，对。所以说没听说过。真都是名人，都是明星大腕儿。嗯嗯，我们还是个人名，对，小人物是。但是站在这个舞台上来，就是慢慢的给各位表演，对对，把最好的一面的奉献给各位，展现拿手的。尤其人今天来了这么多朋友，嗯，带着朋友来的，带着媳妇来的，嗯，或有带着朋友的媳妇来的，对不对？哎哎哎，别瞎说，哎，就是为了开心，没有，就是为了快乐，没有，不要那种快乐啊，
有带朋友的，有带媳妇儿的，没有带着朋友的媳妇儿的。有，你听听，太单纯。这墨尔本真好啊，这什么年代了？那我也想移民了，我。我跟你说，我还不说是谁，您说什么呀？这楼上楼下这么多人啊，咱简单的调查一下。您怎么调查呀？这么着，带着自个儿媳妇来的，举下手我看看。我也看看。没有，你喊什么呀？这都是别人媳妇啊？不是的，肯定有。这个太开放了。您呐，您不要这个误导群众啊！有举手的，我看见了啊。但是就是我正面这一桌的啊，这一对儿，哎，太逗了！哎，大哥刚要举手，大姐给摁下来，别举。嗨，别举，别让人看出来，别让人看出来。得了，这仨大屏幕现在全看出来了。哎，这有没有一个镜头给？给一个镜头。别给了，别给了。就要问问你们，是两口子吗？怎么边上这桌说呢？这怎么还在串桌的，啊，别闹，真是，哎呦我的天，哎呦，我说是两口子吧，这大哥在这点头，大姐在摇头，哎，别玩笑啊，是不是两口子没关系，是两口子祝你们幸福，哎，不是两口子祝你们平安。对、哎，别听他的啊，没事，四个人好好过呗，没完了是吗？四个人还好好过呀，人这一桌嘛，对不对？人带着朋友来的，不像话。就是为了开心，为了快乐，对不对？人活着就应该有一个让自己放松的阶段，哎，愉悦自己，听一听相声，开心快乐嘛。是，把别的工作留到明天，留到以后上班的时间再说。对对，不要有学有些人，有些人每天就是上班下班吃饭睡觉，加班加班吃饭睡觉，加班加班吃饭睡觉，加班死了。这差一秒我就救他了。生活太乏味，哎，比较悲催。来到这儿听一听相声，对不对？像我们来说，德云社优秀的人才今天来了大多数啊，哎，来了不少。主要我师父领衔主演嘛，我们这些呢，就给大伙儿一个熟悉剧场的过程。我们开场，这叫什么？破车别爱好道，但是呢，也要把自己最拿手的东西奉献给各位。哎，应该来这个。拿我来说吧，您怎么样？好唱。哦，您爱唱。哎。德云社当中都知道我师父好唱，人家京评帮曲没有不会，对对，样样精通，全能来，小曲小调调门也高啊，太平歌词怎么样？我师父在台上经常唱，那是我们本门的唱，本门唱，咱学两句啊，您学学师父，咱学我师父的感觉，唱太平歌词那感觉。杭州美景盖世无双，一点都不像，差太远了，可能是高了。对，杭州，哎，美景，我说盖世无双。您哎，那别踢了，这能踢哪儿去？这不有一个身上吗？您这不要来这个啊！我那意思是，再这样咱俩就死这儿了，你知道吗？别来了，没完了是吗？知不知道回去的飞机票没咱俩了？咱俩偷渡回去吧。咱俩偷渡，游到一半咱就让鲨鱼吃了。那别闹了，我师傅的，咱不瞎说人家。学人家学不了。那是。但是话又说回来，怎么我来他也来不了？不是，您这话有点大了。您什么比他还强啊？唱歌。哦，歌曲对不对？唱歌来说，我师傅就差点，因为唱歌来说，现在属于年轻人都喜欢。对对，尤其作为我们这些90后的孩子，对于流行，我还这回拦晚了，你听听，谁吁的？再吁一声，我就随便说说。干什么呀？您这怎么就90后了？您别闹，别闹，别闹，就作为我们这些00后的孩子，没有再往年轻了说的，做我们这些80后的孩子，对，哎，这个我倒没有想到啊。85年的，我想了解了解。85年的还与我清朝的，你看我这刻的字反清复明，你看看，来来来，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没必要。你干嘛？我就是、拉拉扯扯，你给我撒开！有什么呀？我是拦着点，您就说是您。我表呢？我表呢？咱别闹啊！他手也太快了，多得快！我这拦你。我表呢？我戒指呢？我六个戒指没了。还六个戒指？你六指啊？我这儿一扳指，上面顶一戒指。疯了，这穷疯了，这都不是穷疯了，您这玩笑吗？反正玩笑啊，您这说您真是八五年的哦，不玩笑，八五年本命年，嗯、穿着红裤衩呢，本别，咱们都别你八五年本命年，那你脱吧，这我没办法救你了，这个什么呀？脱得单加钱，好，加多少？五毛的，请你出去。五毛，一块，两块，一块五，成交了。有零有整的，挺好的啊。怎么连超过一百的都没有啊？哎呦，你真想瞎心了，这是。我也不信他们这个，真的。上次就有一观众喊10000块钱包你啊！我的天，我门口等俩小时没来啊。好。合着您去了？我去什么去呀、啊？您去等着人家去了。我没去啊，我是受不了这种人这种诱惑。哦、我说良心话，那不还是去了吗？不是，我们咱不说年龄啊，就是说心态。您喜欢什么？真正的就是八五年的，可能长得稍微的那个做旧了一点，做旧了。对，你以为你是青铜器拿尿呲的呀？谁青铜器现在尿呲的呀？这脸有做旧的吗？就说长得老就完了，略显那么沧桑了一奶奶。嗯，什么叫一奶奶？就那么一丢丢啊！啊，您这个量词好生动啊！但是心态依然年轻哦。现在年轻人唱的歌曲，咱们多少都会点。您给我们来来，我们听听。对呀、啊，好多流行的歌曲啊。啊，比方说那个TFBOY 呀、啊，大伙、哦、那仨小男孩是吧？对呀、啊，比方说你看南山南。哦、马迪，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如果天黑之前来得及，我要忘了你的眼睛，穷极一生做不完一场梦。南山南，北海北，北海有你美。谁呀？怎么了？谁妹呀？你妹妹在北海教的我这首歌吗？您别连一块瞎唱。他妹妹90后的小姑娘，嗯，就爱听这个。对，还有什么薛之谦？哎呦，好好。什么丑八怪呀呀呀，哎呀，别把脸扭过来。没完了是吧？赌输家，我刚给你刮完头你就跑了，就为省点剃头钱。您是不是你？没有这回事儿，说的就是他，太玩笑了。郎鹤炎，嗯，现在来说德云社来说都知道他，哎，捧哏的演员当中他算是诈骗的一位。对，好多那都知道是什么事儿啊，诈骗的。站在桌子里边有一句正词吗？怎么了？没有什么正词，就嗯啊哟呵哎呵啊哟啊。我干嘛呢？捧哏嘛。我是给日本人捧哏的，是怎么的？也有欧美的。什么乱七八糟的？谁呀？我这声是这样吗？捧哏的，你们词儿不就是嗯啊，这是哎嗨呦呵，别停腾，是就这么点词儿。你先等一下，你等一下，你他老不信。你先等会儿吧。我怎么了？这别停腾是怎么回事儿啊？你懂的。我跟你说啊，我不懂。怎么不懂？怎么回事儿？动不动有那个逗哏的拿扇子打你们，别停腾，有没有？你回忆回忆你挣钱的时候。我们挣钱的时候不让喊，那是客户的要求。对，
什么客户的要求？我哪知道？没有这事儿。没，站在桌子里边，说两句话，有些能耐应该展示一下。那该露脸的时候得露脸。捧个演员都会什么啊？四门功课，说学逗唱哪门行？哦，您要说这个来说，我学还可以，能学。对 对, 对，能学什么呀？这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草坑里蹦的，各种小曲小唱，我都会点。有这能耐？有点啊。那来一回啊？可以啊。来一回天上飞的啊，天上飞的学一个。来什么？学个云彩。云。我学云彩。你这个色儿，你学个乌云。哦，我这脸黑点就学乌云了。对呀、啊，这没法学云彩呀。云彩怎么不能学呀？我也没注意云彩什么样、啊。虚无缥缈，变化万千啊！啊的天，飞呀、啊！风一吹啊，散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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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你这学的不是一垃圾袋吗？你倒挺环保。云彩嘛，云彩也不是这模样啊。云浪，云浪、啊，没看出云，看出浪来了。你学，你学，我学不了这个，学不了。天上飞的别的行吗？别的可以啊。别的学一个，来，擦屁股纸。我学一擦屁股纸。对。哎，我学那用过的还是没用过的？用过的。那用过的都冲了，也没注意，什么样啊？扭曲一点嘛。好，合着你是拿云彩擦的屁股是吧？你告诉我怎么撅起来的？那你使劲飞高点不就完了吗？您学不了还净说那些没用的，这都不叫题目。地上跑的行吗？哎，地上跑的，地上跑的学一个，来学一个屎壳郎。你这个生活太乏味了吧？要么擦屁股纸，要么屎壳郎。屎壳郎多恶心呢、啊！你这一个小动物有什么恶心的呀？小动物有很多啊，没有学这么恶心的这个。谁说的呀？没有人觉得。卡哇伊的屎壳郎。你觉得屎壳郎卡哇伊？屎壳郎一个小可爱。没人能学这个。我们就能学。你能学？对了，那你来一个，我们大家看看，看看屎壳郎，让你看看什么叫逗哏的屎壳郎。我跟你讲、逗哏的屎壳郎，真是没有能耐，还在这狡言善辩的。这还是小白屎壳郎，你瞧瞧。好啊，还挺白，哎，走走走，这什么呀？这你让你干什么？我配合什么？你配合我？我配合你？你学屎壳郎，我行粪球了我。你得滚！我不滚，我这上班呢。你这得了吧啊，该休息休息，上哪儿都上班去。你学个粪球，你都不专业，你知道吗？那没您学屎壳郎这样的，半天什么都学不了，还得。您别老说我，那您什么行啊？什么都什么我啊？什么都不行，怎么的？什么都不行，您这讽刺我。咱不是行不行啊？站在这个舞台上，有我师父郭德纲，对不对？嗯。人家能耐大，嗯，咱得向人家学习。是。德云社能走出国来啊，不得靠人家吗？对。那是德云社的扛把子。没错。现在来说。你先等会儿。扛把子不是好词儿。大哥大了。这也差点儿。首脑。不是，咱得换换了。头目。我没说明白是怎么着？话事人，你这，我用你夸我？这歌不给你唱的吗？哪有给我唱的歌啊？这经常有这种，现在人都喜欢听歌嘛，喜欢这种，我也喜欢听歌，但是我跟时尚还跟不了。怎么呢？你像跟时尚，人家现在听歌都是劲歌热舞了，都这年代了，哦，对不对？什么嘻哈，对吧？啊，哎，什么蓝调。哎，什么黑炮，什么 R&B， 我跟您说呀，咱这药千万别停，你这什么意思？您怎么四种曲风一个动作？这叫流行范儿，一看就不会。到夜店去看看去。您还去过夜店呢？著名的夜店哪儿啊 ？Seven Eleven。行了行了，别说了。到那平汤。丢人了，丢人了！啥叫方便面？好嘞，好嘞，好嘞！丢人了，丢人了啊！我那六个戒指还你了，不是？我不要，退给你。退什么退？夜店 Seven Eleven， 啊，那是24小时的超市，不是夜店的。夜里开的店。夜里开的店就夜店呢？对喽。哦，那太平间还是旗舰店呢？怎么想家了？我不是清朝的。
你快回去了，您压根儿就不会夜店风格，都黑人音乐、嘻哈范儿，什么死亡金属、摇滚金属、重金属那种。你说哪些金属没用？戴着大耳麦，穿着 T 恤衫，上面 T 什么衫 ？T 恤衫。我的个天哪，你这舌头反潮了是怎么的 ？T 恤衫。不是，哎 ，T 恤。T 恤衫。T 恤。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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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恤衫。你随意吧。穿着 T 恤，下面嘿。能说清楚，下面穿着低腰牛仔裤，腰带必须系到屁股以下。哦，流行范儿这个我感觉。腰带系到屁股以下，怎么了？那挡哪儿了？人家方便啊。方便什么呀？方便方便啊。你穿一开裆的不就完了吗？那不行，那太逛的。别掉。太不要脸了，您这个流行范儿啊！啊，大伙好像都是那种哟哟哟哟，在那桃花您哪盛开打碟 啊！行了，搓碟，行了，搓碟，这什么这是？搓碟，你再来一遍啊！这是搓碟吗？对呀、啊，这不是搓脚后跟的吗？这你们家搓脚后跟这样啊？再者说了，怎么这黑人音乐、死亡金属，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这是黑人音乐，乡村音乐吗？您这乡村不乡村的，这不是这么村的呀？这乡村音乐，哦对，我的老家就住在这个屯儿，这样那是东北乡村音乐，啊？我的老家就在几个屯，我西几个屯里土生土长呀，大气了许多，是不是？神经病吧？是不是让浪屁抽着了？说了半天嘻哈，说了半天黑人音乐，越来越乡村，越来越土气。你压根儿就不会这。谁说的呀？流行范儿哟哟，来点咖喱味儿的牙膏，这韭菜味儿的香水，光天化日咱俩就大马路上亲嘴，下了大雨一块淋，咱也不用跑，大不了回家一块冲个澡。都是老夫老妻，咱直接还用见外，没事接茬出个风，咱反正见怪不怪。润润我的嗓子，喝瓶百事的可乐，打动你那心灵，那必须百事情歌。看我把这黑色音乐做的五彩缤纷，看我把对你的爱做到返璞归真，无拘无束，自由是我歌里的成分。看看多少人又羡慕嫉妒恨，俩人白五在一块就没有什么苦闷，哪怕一块坐牢一块逃大粪，要要钱可能。哎呀呀，小心点别掉下去啊！行了，这个还可以，这个、还不错，都这范儿、啊。嗯，当然你现在不是我愿意学的，我不会这个。你是大骗子，不会这个唱那么溜嗖。现在你到哪儿都是这种节奏的，广场舞大妈都跳这种节奏的歌，是吗？对呀、啊，啊，什么给我一片蓝天，一轮初升的太阳，套马杆，给我一片清风，吹开向远方，给我一个汉子，我用一个晚上。我得问问你了，哪个广场？就那个最大那个广场。哪个？那个广场。别瞎说了，那哪个大妈广场舞一边跳一边唱，给我一个汉子用一个晚上？那给几个汉子呀？我没说几个汉子，几个晚上。我没说几个晚上哦，几个大妈？什么呀？那你问什么呀？您呢？我就问您怎么能唱成这样？那不对呀！这人家不对，你不要注意这词儿。怎么？咱说这个旋律，旋律是这个词儿唱什么都行啊。这旋律我跟你说，唱周杰伦的歌都正合适。没听说过呀？那没听说过呀？怎么能唱呢？一个套马的汉子，你威武雄。都这个节奏吧，对呀、啊、唱周杰伦的歌，比方青花瓷啊，对不对？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在平地蜀汉里放前朝的飘逸，而我只为遇见你伏笔。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嘿，
习武之人切记忍者无敌，是谁在练太极风生水起，习武之人不去一身正气八扎一啊，合着大妈是等周杰伦的是吧？现在的潮流哦，是是这个节奏的，听过吗？这干嘛听过吗？我也知道，你从这个节奏过来的吗？这必须是。这个节奏代表人物知道谁吗？谁呀？凤凰传奇。那还用你说呀？一男一女吗？哎呦，组合这也知道，好多歌呢。你要行的话，咱俩来一回啊，学一学人家走向世界呀、啊。咱俩来一回，对呀、啊，可以呀、啊。来哪个呀？来有他有个歌叫什么《狼的诱惑》，这歌我还真会。来嘞。哎，嗯，这回你来这个脚后跟这个角色行不行？我凭什么你来脚后跟我就来脚后跟呢？来这个 B-box 我就不能来个磕膝盖什么的？我，你来你来后脑壳，哎，这回非得戳破了你。你来这个，我来这个，我来这个主唱，你来这个伴奏 B-box B-box 怎么样？好的，我跟你说，他这个 B-box、哎、我特别的好。不是，咱说这儿不能缓气，您知道吗？这你放心，嗯，来啊，试一试啊，来。好想唱情歌，嘿嘿，是不是你这个 B-box 过于苍白了一点吧？会越来越好的，会越来越好。嗯哼，好，试一试试、嗯、来。好想唱情歌，嘿嘿，看最美的烟火，哟哟，在城市中漂泊 ，Come on， 我的。爱为心颤抖、嗯、Check no 曾经多少风雨中 hey, hey, 爱上了寂寞 yo, yo, 凝望夜的星空 hey, hey, 枯萎了所有 hey, 是狼给的诱惑嗯呐风干了寂寞咋的渴望的天空干啥去是我的所有扯犊子你这去死什么这多好这个在嗯那咋的扯犊子都出来了对呀、啊、我跟那智能方丈学的嘛哎呦我的天哪你、嗯、您哪您想觉得我这不好能不能别这么粗俗啊您嫌我这不好您也没有好的谁说没有好的呀啊咱有自己的代表作呀您还有代表作呢当然了啊有一首自己的单曲叫妹妹来看我哦这是关于德云社的一首歌是吗真说哪位哥们儿啊哪位哥们儿要是单身的话一定要把这歌学会哎呦呵听我的肯定会更单身的、啊那您这歌叫咒怨还差不多谁说的呀能找着能找着男朋友哎对怎么找、哎、不要这么前卫啊无所谓啊嗯来了大伙听一听嗯妹妹若是来看我不要从那小路来小路上面的毒蛇多我怕要了妹妹的酒妹妹若是来看我不要坐那飞机来飞机上面的大款多我怕妹妹跟他们过妹妹若是来看我不要坐那公交车公交里边的坏人多我怕妹妹被他们摸妹妹若是来看我不要来到德云社德云社里的流氓多流氓头子他姓郭别唱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德云扑克牌表演者张鹤伦郎鹤炎谢谢啊，谢谢，谢谢，嗯，好，谢谢这位大哥，大哥，全场就你最突出，还爱我的那个，送你个成语，什么成语？迎难而上，哈，再送你一个，还有难上加难，我劝你们知难而退，谢谢大伙啊，嗯，这么热烈的掌声，是，当然了啊，能知道啊，今天那个场合啊，
特别的隆重，都是看谁来的呀？看我师父。哎，嘘，大点声。本来人就不多，没有那么大的名气。嗯，今天来了好多朋友啊，有这个对我们了解的、认识，也有不熟悉的、陌生的。先得简单的呢，做个自我的介绍。干嘛说这么慢呢？这是，对不对？让他们有一个缓冲的过程嘛，万一对不对？一会儿不得动起双手来吗？干嘛动双手抽你呀？介绍一下啊，我叫张鹤伦。这怎么是踩着了？是怎么了？哈哈，那边还有一个踩着前列腺的，是怎么着呢？没听说过，急撩急撩的。嗯，好，确实啊，不是什么大演员，谦虚，四个字来形容，哪四个字？不值一提。这话说的倒对。旁边的这位演员，到我了。哎呦喂，怎么你烫着了是吗？隆重的介绍一下。怎么隆重啊？20个字来形容他。这么多吗？这是如雷贯耳。是啊。皓月当空。过奖了。名驰宇宙。不敢呐。晃动乾坤。这都是我们神马玩意。我夸你呢是吗？自个儿都知道吧。不是我谦虚，您别说我了。今天观众看谁来的心里明白是不是？啊，我知道啊。还要介绍你名字吗？那该说也得说呀。 没发现介绍完我的名字场面已经尴尬了许多吗？哎，这没关系，大伙儿都熟人。介绍你们更尴尬的。这尴尬就尴尬的，非得尬一下哈。啊，对对，还尬一下，尬一下吧。来，他叫郎鹤炎。是我。我知道了，刚才因为下雨是吧，那个大伙儿的身体没有缓过来，比较寒冷，重新来。我叫张鹤伦。哎哎哎哎，回来。是不是找半天发现没有自己？哎呦，真是没想到在北展也有接站的。啊，我是接站的啊。那还自己接自己，是怕自己走丢了是吗？明星行不行？没有。郎老师大腕儿。没有大腕儿。现在名气大至极，快有喜欢郎老师的吗？谢谢大家，谢谢。哎呦。今天你花了多少钱雇他们啊？哎，也就40多万，不是，没有，啊，有喜欢我的吗？好吧，有点自取其辱了哈。喜欢我的观众在哪里？举下手我看看。哦，好，3位4位，哦，已经到齐了。您这两桌麻将还差一位呢。没有关系，我知道喜欢我的观众都已经坐在了剧场的外边。这是干嘛呀？这是他们正在排队往里边进。你看看，真是这避雨也不进来。郎老师现在名，好的，谢谢。哦，这是刚进来的吗？人进了半天了。哦，安保人员吗？嗯，废话。哎，好，回去啊，行，回去嘛。就这一个还让人回去呀？别，你发现了？哎，我的观众这儿一个。哎，我的观众是扇形排开。哎，他们虽然说人少，但是面积大呀。哪儿面积大呀？把着这四个角，你瞧。对了，知道还是东南西北，这是剧场最重要的几个位置都让我的观众占领了。合着还是看门的。这不是重点。还有不重点的吗？今天来了都是托郎老师的福啊。哎，别跪下。真的。没磕头啊，下回再来。真的，今天安保人员进来的时候，今天特别严啊。是，我们德云社以往啊，在北展演出没有这么严的时候。对，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安保人员挨个查，这叫什么演员证啊？安检。巧了，我的丢了。对，不是换票了，
说谁呢这是？没有换票。嗯，到的时候安保人员不让进，请出示工作证。对呀，我说我干嘛呀？演员啊。哎，明星自嘲啊，都是欢乐喜剧人第二名。你喊出来呀、啊、不是第二名怎么了？第二名有什么可值得炫耀的吗？对不对？哎，金杯银杯不如观众的口碑。我就这话说对不对？咱们这是银杯，第二杯第二杯怎么了？第二杯半价。您还是拿演员证换票去了？这是啊，没有到的。我说不认识我吗？平常不看电视吗？看什么呀？啊，法制进行时有我呀。他顶多就是那无名男师，就是真是那样。保安说我并平不看，我们安保人员不让看电视。哎呦，我说我搭档啊，郎鹤爽。对，谁呀？我还真认识。哦哦，郎老师，爽啊！我知道，爽已经进去了。我在哪屋？不是在哪屋？在哪屋呢？说第二屋是爽。嗯，把话说全了啊！找他的。哦，都是因为他才能进来的。您太客气了，名气大之极。没有。现在到哪儿来？哎呦，好像还有粉丝什么接机。哎呦，现在这雇粉丝接机都不告诉我一声了啊！我没花钱雇这个。现在名气这么大了。哎，没有。真的，人家也是现在捧哏演员啊，嗯，好多的都比我们逗哏演员，就是那个招观众待见，大伙儿心疼我们啊。尤其站在台上来说，尤其他们捧哏演员有特点。什么特点啊？你看，就往这一站，我形象来说啊啊，一个光头可可爱爱的一个小胖子，还可可爱爱。往台上不说话，你看憨厚的狼憨憨，嗯，挺实在的倒是，跟一个石狮子一样。对。我还是不是守你们家门口了是怎么的？最起码在台上压台呀 啊观众认识，就这因为这点、哦、平常认识我的特别少。是吗？经常把我认错。他那天吃饭的时候啊，一个观众过来，你好啊，您叫郎鹤炎？要我其实我已经习惯了，嗯，我习惯了。我说那个，您认错了。嗯，他说，啊，您不叫郎鹤炎吗？还问呢。我说不叫，我不是郎鹤炎。嗯，开始他回头啊，嗯、看他那旁边那桌的人，给他一个坚定的眼神，就是他。哦，好几个人一块儿啊！他，您骗我呢吧？啊，我说没有，我您真不是。啊，您不姓郎吗？我说我不姓郎。嗯，不能啊，我刚百度完呢。还百度了呢？我一看他也没有走的意思。嗯、我说你这个我呢，我的搭档是郎鹤炎。哎，这一说这不给一个台阶吗？哎，明白了。哈、啊、他哦，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记错了。想起来了，炎鹤翔。哎，嗨，这俩捧哏的怎么搭档呢？这不是我，不是我，烧饼。我说行了行，别猜了别猜了、嗯、好，我那个我叫张鹤伦。嗯，哎呦，我知道，特喜欢你，超喜欢你，看过你好多的视频啊，能跟你合张影吗？哦，其实我知道他一过来啊就是为了合影。嗯啊，您怎么说的？不行。对，您这拒绝人家了。不是，这儿不行，正吃饭的嘛。 哦不方便，上旁边跟他照了啊。照完之后啊，我就在琢磨什么呀。啊，我就琢磨，你说他超喜欢我，嗯，不知道我是谁，总看我的视频不认识我，刚百度完没记住。这真心话大冒险。我就说我这么没有特点吗？嗯，他刚走两步给他叫住了。我说哎，干嘛？姐妹你等会儿，你要跟他合影啊？疯了。我说你等会儿，我就特想知道你刚才手机里百度的是一个什么玩意儿关键词。他还挺不好意思、嗯、我就搜了五个字。哪五个字？德云社胖子。对。我说那应该出来的是孙越。对呀，孙老师最胖啊。还不是孙越，岳云鹏旁边喂大象的，我认识。哦，搜孙老师应该搜大象。
就是说你看人家形象在这儿呢，一眼观众就能认出来，一目了然。到我们这儿没有什么特点哦，然后人家往里边一站，我怎么了？对，光头啊，是啊，观众能认出来。哎，台上那小秃子，秃子秃子还小秃子，一语就能说出来。是现在来说，尤其德云社来说 啊，观众喜欢的更注重形象的。哎，对，都看脸。而且我不说更注重吧，就是形象好的观众，哎，会觉得这个人啊哇，有一种清新的感觉哦。而且尤其你看现在帅哥越来越多了，年轻漂亮，对，嗯，我们这叫腊肉哈，别着急，一会儿肉松就上来了。你是说最后的吗？还有肉沫都有，就是餐后甜点。别着急，反正来说啊，现在那个德云社的演员一个比一个火啊，哎，一个比一个精神，一个比一个帅气，都有能耐呀。其实我也超喜欢他们。是吗？当然了啊，哎，而且啊，干嘛？咱们俩今天来个游戏吧。来什么游戏啊？咱来一回啊，师爷当年的一个作品，侯耀文先生。对了，打扑克。打扑克。来回这个怎么样？咱在这儿打扑克。哎，都是德云社的演员。你干嘛这是？德云众将。哎呦，这工作证就换到扑克了，这是。都是演员呢。是吗？都在这里了。哎呦，今天咱俩来一回，咱可以啊，一人一半。这咱俩人 PK 啊，行不行？行，你不一定赢。谁说的？我这秃子就是打扑克打的。拉了，你也不一定输。是吗？我谢谢你，这么一会儿赢两局，你看这不好意思。一人一半行不行？一人一半，我给你四分之三，你都赢不了。给你一半。给我一半，什么？不是你自己分你哎呀！啊，兄弟，哎呀我，兄弟，现在投降算你输一半。这张太厉害了啊！这张太厉害，我先收去。你去，我的天，我就哎，一会儿这是我保命的牌。你听我的，你把它缝好了，因为第一回合你就已经嘎嘣了，知道吗？来吧，出看吧啊！来吧，行，让着你，你看看啊，你先出，我先出啊，先出，我先出，我先找一找，找一个比较哎，我也先排兵布阵一下，我这哎呦，哎，投一张，谁呀？张九南。张九南怎么了？抖音小王子，舞台上的表演风格那就是撒了缰的野狗。对，那不就是狂犬吗？别的相声演员是费搭档，他说相声费自己。行行行，费自己。好好，别美管上。谁呀？秦霄贤。这能管上吗？老秦，你听听这个呐喊声，你费自己没用，我们稍微磕一下话筒就灭了你了。啊，行行行，来这个是吧？以后都给话筒上保险。那这个我想想啊，你都找这张了，我得找一张差不多。现在认输来的管上。谁呀？孙九芳。这是孙九香。不识字儿都。听我的，字太小， 就接张鹤伦去就行了，啊！哎，孙九香，孙九香能管上老秦？当然能管上了啊！你长得再帅，头发也给你薅没了。行行行，都说这个了是吧？管上，哟呵，谁呀？周九龄。这能管上吗？那当然了，佛系捧哏半鹤堂，随时下班，周九龄。小先生多可爱啊。哎，不要抢我们捧哏演员的动作。哎呦喂，要是这样的话我可就不客气了。哎，您放马过来吧。管上。这谁呀？杨九郎。杨九。你那个捧哏太佛系，还得看我三庆小霸王。杨九郎能管上谁呀？顶多就管上我这对眼睛，你知道吗？管你这套。管上。谁呀？张九龄。这能管上吗？九字科大师哥，头九第一个啊。那大师哥要问九字行不行，问问小黑张九龄。好好，管上。谁呀？王九龙。王九龙能管上我们九龄吗？哈，头发给你薅没了。
你再厉害，你台上你也打不过我，武打相声开创第一人，真的云鹤九霄随便单挑，除了德字的没有挑过，剩下的哎呀，可以了。说到武术了是吧？啊，说到武打了，晚上怎样？孟鹤堂，怎么这个没挨过打吗？不是没挨过打，我铁门槛啊，对不对呀、啊？我们冰糖葫芦，对呀、啊、对呀、啊，人长得也帅，相声有新人第一季总冠军，我们就一刹车库，弄死你！你这叫猪叫，你别管啊，没有用。好了，嗯，既然周九龄都出来了，孟鹤堂啊，孟鹤堂，周九龄是我的人，哦，怎么还偷牌呢？这个，哦，孟鹤堂啊，孟鹤堂、嗯、管他太容易了。我听听，杀手锏，管上谁呀、啊？张鹤伦，英俊潇洒，玉树临风。装玉器，傲骨英风，不用那么麻烦，四个字就概括了。哪四个？臭不要脸！你把我扔了，知道吗？我把你扔了，我没把你撕碎了就可以了。啊，你比得了人孟鹤堂吗？怎么了？啊，创作的才子，很多包袱都被师兄弟们所使用，得到了师父的肯定。欢乐喜剧人郝旋冠军，郝旋冠军就是没拿，知道吗？您那是半价的，啊！人家孟鹤堂，人家相声有新人总冠军，再是冠军也是新人。不是您这么捧自己有意思吗？啊！英俊潇洒，你再来我弄死你！别说那没用的了啊！你离来，这个管上，这谁呀？阎鹤祥。不是，阎鹤祥能管着我啊？太能了！我告诉你，口吞残月半斜阳，太子捧哏评书忙，铁骑单骑数千里，人称壮壮，阎鹤祥。不是到他这儿老四六八句的，你看着没有？我骑上我的小摩托，他永远不会。你们都会是吗？行吧，来吧。纪言、阎鹤祥都出来了。嗯，好吧，看看还有几条命啊？管上谁呀、啊？烧饼烧。不是，这我就不明白了。云字儿的。云字儿怎么了？儿土。啊，本名叫朱建峰。猪见了都疯，何况阎鹤祥。好，当年阎鹤祥嘴怎么歪的？就是见了烧饼吓歪的。我以为是烧饼亲的呢。疯了，真是。所以猪见疯吗？甭说那没用的，管上陶阳。云字的能管上我吗？哎，陶云胜，京剧神童，相声新秀，台上台下百看不够。好，百看不够。对，我让你来个百看不够的人。云字的，管上。谁呀、啊？张云雷。哈，一曲《探清水河》火遍全国，能说能唱能表演。戏曲歌曲样样强，怎么样？那个，要是这个样子的话，我这全是大牌。栾哥，该你出场了。不是，栾云平能管上张云雷啊？忠肝义胆都说行，师父赐名栾云平。要问评论谁最狠，问问怼怼行不行？不是，你是跑这背诗来了吗？好家行啊，栾哥都出来了，总队长都搬出来了。嗯、你瞧瞧，既然这样的话，管上谁呀？高峰总教习，德云总教习，这俩一模子。
对了，嗯，再厉害，再总队长，你也是个臭捧哏的。不是怎么着，这有点台上你也得听我们逗哏的，人身攻击了是不是？怎么了？来，晚上谁呀？岳云鹏。甭管怎么说，我们也是前两年最火的演员。好，嗯，好，哎，漂亮，好厉害。谢谢。好吧，既然这样，管上。谁呀？孙悦。你不如出大象。哎，对了，大象捧哏的身材，那有什么用啊？岳云鹏，你在台上娘们唧唧，全靠我在台上衬托着阳刚之气。要不是我衬托着你，你早去泰国深造了。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啊，别嚣张，管上。谁呀？郭麒麟。你看咱这牌一个比一个大，不是你这能管上吗？我就别的不说了，德云社以后是谁的心里没数吗？Yes, it is. 谁 it is 啊？啊，不应该这么肯定吗？我告诉你，你再这样的话，你脑袋比我还亮呢，知道吗？哎呦，我的天哪，啊，没戏了吧？把太子都请出来了，多新鲜呐！哦，得他出山了。嗯，谁呀？管上。谁？于谦，于大爷。不是。你这于老师能怎么了？能管上琳琳吗？当然能管上了，那是师傅，师傅管徒弟，天经地义。于大爷现在多火呀，嗯，你上热搜看看去。眼瞅的越狠，人设站得越稳。怎么这于老师抽的是续命烟是吗？别美，管上。谁呀？于大娘。不是大娘能管上？你在外边爱怎么着怎么着，回来一样给我刷碗做饭看孩子，啊，还烟抽的越狠，啊，就狠的这抽烟，每回于大娘跟于老师亲热的时候，都跟舔烟灰缸似的，你知道吗？正好守着刷了，你别来这套。啊，于大娘都出来了，还有牌吗？赶紧认输。大娘都出来了，管上。嗯，什么呀？我的男神郭德纲。不是这郭老师能管得着人吗？当然能管上了啊，对不对？师傅、于大娘还有于大爷三个人的爱情故事，你先等会儿吧。怎么这么乱呢？在师傅的作品里边当中，是不是经常出现于大娘？啊，是。怎么说？全凭师傅一张嘴，说让你出轨就出轨。行行行，那要你这么说的话，我得拿我这底牌了，我得管上。能管上师傅的是谁？我看看，师娘。自幼古曲美名扬，相夫教子诉衷肠。任你台上多戏闹，德云家长我师娘。好，啊，既然这样的话，哈，哎，师娘都出来了，多新鲜！认输吧，把我压箱底儿救命的牌我得拿出来了。你拿得出来什么呀你？啊，这个不是，这是宾馆小名片。对。你留他干嘛呀？不是宾馆的电卡，啊，宾馆的。哦，说清楚了。哎，这就是他了。谁呀？这是？我先不说他是谁啊。师傅说话他爱搭不理，师娘说话就当没听见，随心所欲，舍我其谁？德云社，我师傅的二公子郭汾阳。他呀。